前开始就是每初一十五呢，我都会提供素食便当让大家自由登记。他有这个心念，然后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吃素，就为地球尽一份心力，就是很好的事情。我非常赞同于小姐她的理念。致赠简云品，感谢员工多年来为企业的付出。实业家宴请员工素食，每一道料理的食材多数选用新鲜自然，颇受好评。席间也邀请了一位因为罹患干燥症而发愿如素的志工，分享由荤转素找回健康的心得。筹备慈济55周年。